那没事的，扫也扫不着啊。哎 ，DBS， 我操，这拳必须拿。 一盆一局。同心圆，兄弟们，还是沙漠图，还有浴缸，还有 DBS， 还有妹控，这把不是剑，我吃5万金，话放在这儿了，5万金，好吧，有没有诚意？你们说有没有诚意就行了。 还有44个人，人非常多，请大家做我的见证人，不要离开直播间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操作都非常的帅，都非常的帅。我操，乒啷乓啷的，过年了吗？ 都是98K 这边，听，这是鞭炮队呀，兄弟们，拿98K 的多少都带点儿，没什么毛病。 你还别说，就这无敌圈，还真稀全。我想想啊，来人就得守这个房子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房子的话，你看我在这儿卡位的时候，侧面没人能打得到，但是你要是在这边卡位的话，会被这个山上打到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浴缸房也要选好。这两个浴缸房为什么要选这边？你们要知道这些细节。 来车了，我估计要干我，因为我这边枪械少，估计他们有想法，肯定会要扎人的。